得好好的静养，快一点好起来。对啊，主耶稣爱你，我们的神爱你，知道吗？啊，要搁心里默默的祷告神哦。啊，神爱你哦，你是神的儿女，神不会叫你遭罪的。啊，知道吗？感谢主哦。啊。那你说谢谢谢谢梁大姐啊，不要说谢谢，我们都是神家的儿女，神都照我们完了，我们所赐照他所赐给我们的，得到我们的更多的神的爱戴，感谢主哦，感谢主哦，知道吗？你说你会加油的哈，加油哦，好好，你会加油，到了国泰医院要加油哦，神会派小天会派那个最好的医生给你医哈，尽快把你医好，有嘴可以开口讲话，有嘴可以吃最好的东西哈，这是我们的心愿。你看他都笑了，这是我们的心愿。你那天问他，你看他都还能够答，说总统是谁，他感谢主吧哈，感谢神吧哈，肚子饿没？没饿，饿没？要不要吃点东西？要吃，吃点东西好了。那个谁呀？吃点东西好了。